还有一个呢，就是留影和浮影。留影和浮影呢，第一个是第八条，夫心下有留影，其人败寒冷如长大。留影，什么叫做留影和浮影呢？留影和浮影都是指呢，随残影停留在局部，不过它的病情呢顽固，病程很长、很顽固的病，叫做留影和浮影。所以留影呢是指影随留而不去。浮影呢，是指水影的前夫。前夫不出，难出。你看，有的哮喘病人，他一发就是三四十年。以前跟我们上内科的一个中药辉教授，他发病已经3、4、50年了，哮喘。每到冬天就哮喘，啊，活到八十六岁，啊，他告诉我们，我们有时间问他，我说钟老，你平时哮喘的时候，你都是用什么方？他说最好的就辨证论治。我说你比较多用的是什么？他说。最多用的是苓桂猪肝汤和小青龙汤。啊，如果有外感的时候，他就用小青龙汤。平时痰多、气喘，他没有外感，就是天气一变化，他的哮喘会发作的时候，他用苓桂猪肝汤，效果很好。他说效果很好。啊，所以呢，这个。影邪呢是比较长的，浮影呢就潜伏不出的，不容易剔除的，这个留影和浮影，就并不是说除了视影以外又还有一个留影和浮影，不是，它主要是指时间长、顽固不化啊。花岗岩头脑，顽固不化，要反复治疗的，这个就叫做留影和浮影。那么，夫心下有留影，其人败寒冷如长大。心下又是哪里呢？又是胃脘了，是吧？影邪停留在心下，就是胃脘部的地方。那么，除了胀满、呕吐这些症状以外呢，还有的人呢会出现背很冷。如掌大，就是一个手掌那么大，他不是整个背部都怕冷，就是说他比较局限。为什么呢？因为影邪停留在胃脘呢，它会阻碍阳气的通行。我们知道后面呢，它有脾腧，也有胃腧两个穴位，是吧？正常情况下，它血气通行，这里不会感到有怕冷。如果它有寒，影邪停留。影响到阳气通行，胃阳、脾阳不通，它就不能够温暖经脉，那么就会出现这个相应的穴位部位的这些周围呢，都会产生怕冷的症状。所以这个也是痰饮病的一个表现。
前两年呢，我跟一个研究生班在那边课时上课，有一个香港来读研究生的两夫妇，都50多岁了，他来读我们的研究生。我讲完这个病以后，那个女的她就来，她说：“老师，你刚才讲的拜寒朗读长大我就有。”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他说：“我经常晚上呢要咳嗽，还有咽喉发痒，咳出来的痰呢白色的，有时候还会打喷嚏。”我一看他的舌头呢，舌淡红胖，苔是白腻，脉是细弱，饮食有时好有时不好，大便也是有时溏有时不溏。我说你呢是一个脾胃虚弱，水饮停留，然后呢我说你最近呢可能受到风邪的侵蚀。为什么呢？他说：“老师，为什么你说我有风呢？”我说：“第一，你有时候会打喷嚏；第二呢，你这个每次都会出现咽喉发痒的现象，所以我说你脾虚兼感风寒，水饮停留。用什么方好呢？我用生疏饮。参疏饮，人参就是党参，疏叶、陈皮、半夏、茯苓，还有呢，这个他有时候大便不好，所以我用了一个厚朴，啊，还有这个莱菔子，我开四剂给他。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上课，但老师，我吃了你的药以后，效果很好，一个呢咽喉不痒了，晚上咳嗽明显减轻了，现在还有一点点，啊，他说背部寒冷的现象，吃了三剂药以后就感觉到温暖了，不发冷了。所以呢，这个背寒冷如长大，也是饮邪停留胃脘的一个表现。不过同学们要注意呢，饮邪愈久，看看他有没有化热的现象。如果他痰多，但是呢咳痰不爽，或者咳出来的痰呢是浓稠的，那说明这个人饮邪呢有一点化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健脾，是吧，有气虚的益气，那个化痰还要适当的清热，用这个加一个黄芩、半夏、瓜蒌同用，是什么方法？小陷胸汤。对。那么第九条呢是讲流饮者血下痛饮厥盆，咳嗽则忌矣。他讲明发病的部位是在血下，那么这个血下部位有饮邪停留，我们可以归到哪一个四饮范围内呢？归到涎饮的范围。那么涎饮就是咳嗽、咳唾、饮痛。第十条呢，胸中有流饮，其人短气而咳，四肢力竭痛，脉沉者有流饮。那么这条呢，第十条也是补充说明滋饮益饮的
滋阴益阴的症状。那有的滋阴或者是益阴呢，一个尤其是滋阴呢，它可以出现呢这个短气而咳，平时痰饮不发作的时候出现呢呼吸短促。为什么平时会出现短气而不是气喘呢？是因为饮邪呢比较轻微啊，盛者则济，微者呢短气。所以饮邪轻微的时候只是表现出呼吸短促，呼吸不利，那个是肺气不利引起的啊。还有呢，有可能会出现口咳，因为滋阴是饮邪停留在膈间，影响到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那么它的宣发功能、生津的功能啊，啊，肺气输布津液的功能，如果失调的话呢，就会引起口咳了。啊，这个是一种表现。另外一种呢，这个有可能有部分的滋阴呢会出现四肢肿，上一节我讲滋阴的时候曾经讲过，滋阴里面有一个主症，克利以西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对，所以滋阴呢它是可以出现头面四肢都有浮肿的啊。那么当饮邪溢于四肢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属于滋阴，也可以，也可以说它是属于溢阴，也可以，是吧？饮水流心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滋阴。重，它现在是肿，肿这个肯定带有重啊，所以它也是属于溢阴的范畴。当出现四肢浮肿的时候啊，所以这两种症状可以呢由于阴风而致水的引起的。因为四肢肿呢它可以是风水的一个表现，是吧？风水是阴风致水，因为感受风邪以后引起呢四肢面目浮肿的啊。所以关键就是一个风邪在作怪，这个可以阴风致水的。那么这个短气和口咳，你说外感有没有会不会出现短气口咳的？外感其实也可以啊，也可以出现短气口咳，尤其是外感风热的时候，咳嗽、短气、口干、口渴。所以这三个症状呢可以是外感风邪引发的，也可以呢是水饮停留在胸膈或者是停留在四肢引起的。那么这个病人究竟他是外感呢还是痰饮引起的呢？张仲景告诉我们怎么区别呢？脉沉者，
如果它是外感风热引发的，它必然有恶风、发热、脉浮缩或者浮缓，是吧？有这些症状。它现在没有，出现脉沉。一个是脉浮，一个是脉沉，沉则主水，脉在诸沉，当之有水，身体肿重。那个是水气病，脉沉的，它是主理，理病是吧？它不是表病，啊，是因为肺、脾、肾三焦功能失职，引起水液停留而产生的。所以呢，张仲景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如果像这种情况，四肢又浮肿又短气又口渴的，不要误认为是外感疾病，如果按照他的脉是沉的，肯定是脾胃的问题，脾胃虚弱，水饮这个水食呢运化失之引起的，啊，是滋饮和益饮的表现。这个呢就叫我们呢这个根据脉象来去判断这个病究竟是表症还是里症。最后一个第十一条，各上病痰，满喘咳唾，乏着寒热，背痛腰疼，目力自出，其人整整身润肌，必有浮饮。这条原文它是补充说明，滋饮的，因为它第一句话就讲明了，膈上病痰，膈上病痰。引起膈上有痰的当然是指滋饮了，是吧？那么它有什么症状呢？满，就是胸部胀满，气喘、咳嗽、吐痰，满喘咳吐四个字就代表了四个症状，啊，乏着寒热，背痛腰疼。他说这个满喘咳吐，如果他发作的时候，还会出现呢寒热的症状。也就是说，他发作的时候，气喘、咳嗽、吐痰加重了，同时兼有恶寒乏热。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滋饮是什么原因引起他发作的？当然是不是因外感啊？有一分恶寒，就有一分表症。所以这个病人他之所以气喘咳嗽会发作，同时又见有恶寒乏热的，肯定他有外感引动这个里面的痰饮发作，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恶寒乏热的症状，乏着寒热，背痛腰疼，背痛腰疼，同时还会出现腰背痛，平时没有的，是不是肾虚了？不是，是什么原因？外感。对了，仍然是外感，因为足太阳膀胱经怎么样啊？经过背部、腰部，在脊椎的两旁，是吧？从头走足，啊，三阳经从头走足。啊，所以现在有外邪闭阻肌表，太阳经经疏不利，所以背痛腰疼，还会目力自出，流眼泪，甚至有的人打喷嚏都可以的，啊，寒乏热恶寒，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滋饮啊，
由外邪所引发的啊，其人整整身应激，就是呢有时候呢病人会感到啊全身阵颤发作的时候，尤其是咳嗽咳痰不出来的时候，这个肌肉会震颤，这个都是因为风和水啊，整整身润剂是由于风和水导致的，就是肌肉跳动或者是有点不由自主的这个震颤，这些都是阴风和水引起的。所以它是一个浮液，这种病人呢是经常时间很长的了，一遇到像这个现在的季节，秋冬季节天气一转凉了，很容易就感冒，引起他哮喘发作啊。那么这个如果他是恶寒、无汗、头痛又咳嗽吐痰，痰是清白的又气喘，那么这个是什么症啊？表寒里呢里饮症，应该用什么方法？小柴胡汤，这个小青龙汤啊，小青龙汤。我们病期上个星期六就说了一个汕头来的男的70岁，就是因为咳嗽气喘一个多月搞不定，他就来看中医啊，看中医就门诊医生把他收进来了。收进来以后一问，恶寒、乏热、头痛、手汗，还有呢咳，最重要的是咳嗽。汕头这个根据 X 光诊断，它是这个肺气肿合并感染啊，咳出来的痰是清白的，口不咳，胸满，不能平卧，他要用枕头垫高了才能够睡，要不然他就不能平卧的。所以他是一个表寒里冷症。所以当时呢收进来以后，我们值班的这个医生呢一看表寒里饮症，他就用了小柴胡汤，到星期小青龙汤，到昨天我去查房的时候，他说吃了小这个昨天的这个前天的药以后，这两天晚上能睡觉平卧，咳嗽大大减少，我去听他的肺部没有什么挪音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痰饮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因外感引发的，很多人是因外感引发的啊。但是也有部分的少部分的人呢，他不一定就有外感的症状，也可以出现恶寒发热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内有痰饮，天气变化，他这个肌表呢不能够适应这个气候的转变，所以呢造成营卫不利。或者是营卫不好，营卫不利、营卫不好都可以出现恶寒乏热的症状，不一定就要有外感，它天气一转变它哮喘就发作了，同时就有恶寒乏热的症状出现了。那么这种情况不论它有没有外感表症，仍然是可以用小青龙汤啊。所以小青龙汤也不一定就一定要找到有外感风寒症状才能够用，只要他咳痰，痰清而白，有怕冷，这些情况就可以用啊。所以这小青龙汤是很常用的一条方法。